到了夏季，三边路旁随处可见裂缝啊，下面就有边水。是一片青山，树木葱郁依稀可见。哟，你这这里还有够肥的啊，就喜欢这个地方的边笋啊，土松笋肥，这个还是斜来的，比较有肉啊。这好像有一点点裂缝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啊，里面的土越来越松了。有货，果然呢。又是一对双胞胎呀，难怪这个裂缝大得吓人呢。刚刚才长起来，看这一头就是挨近主边的，像这种的肉还是比较多的。你看我们这里的土啊，有几种颜色的。表面是黑土，里面是黄泥，这边是应该是不错的。都说这个黄土的笋比较好，不知道朋友们怎么认为，我感觉应该也是啊，看着都舒服。给你啊，几天没来这个洪水宝地，你看这到处是裂缝啊，这个冒了一点水浆啊，旁边看那边上这么大的样。夏季气温比较高，如果说雨水足的话，这个竹边上长得更快。都说边笋见土就老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冒了笋尖的，看着好像可以。那这个老不老？哎，感觉行哦，这个。看这肉，还是雪白色的，搞不好是今天早上才落土的。这个到明天，这个壳就会变成绿色，这里那个肉就会越来越少了。那这种还是比较好。
一挖开又是两个。这地方几天没来，你看一看，到处是裂缝啊，这里还有那里，过去好高的包啊，这个位置马上就露土了。哎，这茶树边上，哎呦，这里这货可真多啊！哎呀，这种裂缝都是非常新鲜的，你看那货，一挖开就是两个。看旁边这个壳，已经变成淡黄色了啊！看这个，只能取一个。边上的就老了，这个还马马虎虎。又有大裂缝，哎，这边上又来到这个坡边上，再往这个坡边一看，看看又有笋来喽。还这个位置正好，这里有点沙洗下来啊，那这上面有点沙土，这个边上肯定好。这里怎么会裂缝？来，难怪两个啊。不肥的了，漂亮啊！给你，差一点点就冒土了。这个地方是越挖越有啊，这个季节是土质，很适合长边笋啊。给力啊！这么轻，看到没有？一个，两个，够肥吧？